在这个局里面呢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，就是栗战书。这个栗战书呢，私下跟戴永革的关系私交是非常非常的好。啊，这个戴永革跟他的这个二女儿和跟他媳妇儿，这个就是拿起手机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联系说事儿的，非常好，非常好的关系。这个栗战书呢，他是一个类似于桥梁作用，在扮演着就是。在习这儿扮演的是，帮着习跟曾搞好关系的一个人，在曾家这儿扮演的是，这个代表曾家啊，在这个把习伺候好了的这么一个角色啊，这个人的角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